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呢，是由黄英松对阵林君燕，啊，那这两位棋手呢，现在是前面是2连胜是吧？对，进入到了这个8强战，嗯，是，曹老，那我们就进入棋局。好了，这盘棋是林君燕的黑棋，走了个三三吗？哎，第一步是三三。三三好像人工智能不怎么下，是下的吧？特别少，哦，几乎不见。他虽然点三三，但他对，自己不去下三三，是是。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白的就不应该去尖冲呢？尖冲，我本来就点三三，你还走在这里，我走我不很走都脱可以先了，是吧？啊。对，脱先也可以。并且你给我选择方向了嘛？但是对于三三来说，这个理论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成立的，就他最怕的还是还是尖冲尖在冲，这里，嗯，因为别的位置啊。这三三的位置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嗯，就是无论你下在什么地方，我们对于三三就记住这一点。你下这当飞，我也下在这当飞；你下这小飞，我也下这小飞。你这个一尖低挂，我也猜一；你二尖低挂，我也猜二。这个始终是一个好点，效率非常好的一个点。是。如果就是从这个对黑棋的这个最强的压迫来说，这可能还还是是这个，这个对。星位的尖冲。是，啊，黑棋收角。收脚，嗯。白棋收脚，单关收脚，白棋单关收对。脚。黑棋是拆在这里，连偏，偏一路，白棋收脚。黑棋就碰上去了，嗯，啊，马上靠上去。这个是现在也是常出现的一个棋对对对，就用 AI 的形，定式啊。那这个有白棋下的选班，择也比较多，是吧？现在主要是下班有和上下班，班、上班，对，曹老有这两个长吗？长还有点亏，有点亏。就是，对你尤其长这个好像现在。显得很比较缓，嗯，这个效率有点低了。就比如说你走，你还挡着我就拆一个，是黑白这棋有点不个肯，这个力呢，这个力呢，就是好像觉得你就是守一个无忧角的时候被嗯，我尖冲一下，是，心有不甘，所以。对手的这个碰的挑衅，就这么简单应一个，气势上比较亏。是，所以，白棋要么就下班，要么上班。这盘棋它是选择的上搬班，在上边，黑棋用的是下班，这手不能长啊，这长对，就，这长就不对了，这棋形就，对，亏好就多把好自己变重了。多，所以上班的时候一定是要一定反要下班。班，嗯。这个也是局部的一种定型，嗯，再长，接上。贴，这个黑的用了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简单定型了啊，是，然后现在拆过来，拆三，嗯，告一段落。对。这样子形成一个转换，白棋呢也是这个角啊，左上角实力也不小，对，但是黑棋呢也是迅速的拆边，先是在左边展嗯，开了，不过上边现在是让白棋先下，白的也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嘛，飞挂，黑棋飞，白棋飞起来，白棋步调还是挺快的。这个挂了拆比较舒服，是，正在黑这棋，个他也尖冲了一下，对，现在尖冲，这盘棋跟刚才那盘棋上一盘棋也是有个有个尖尖冲，冲，
当时这白的上一盘棋下在这儿，是现在他是用了一个这个飞，嗯，打入，嗯，尖尖顶，这个尖顶应该也是长形，长形，对，这种地方呢是黑，是这样，黑的如果跳这个呢，白的会这样飞攻过来，嗯，让白棋在这一线行棋的话呢，让黑棋在这一线行棋，那个白棋总是好的。所以经常的话会有，大家会在这样的局部下会有看见，就有这样的想法。过来一路啊，这样的话，如果白棋还是从这边飞的话，它自身有问题，可能还有就是我就出来，哦，你就会保很多。这地方我不要说我这个直接有冲断，起码我以后在这里尖冲，对对对，有后续手段是。但是这个点，这个手棋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黑棋有个扳，对，有可能白棋有个扳。这个扳呢，它的缺陷是哪里呢？就我断我可以接，你断我可以接，这个争子要看争子，对，现在争不掉，这个刚好这个子能用得上，你这我就跑了，所以这个局部呢，一时的话黑棋不能成立，嗯。不过这个总是有余位，就是说有个断的余位，对，因为现在就是棋局还在布局的早期，嗯，大地方比较多，所以这地方黑的争一个先手，并且还留下一点余位，嗯，这个样呢，黑的也是可以下的，再下，对，可以接受啊，嗯，他先管压，这个压是先手，嗯，跟争子有关系，对，所以必须要长，是，接下来黑棋啊，哦，拆。自补，嗯，拆的时候拐，白棋拐，哎，把这边再加强一手，补补后。对，因为始终这里还是有一个留着一个断，嗯，和一些引争的这个。对，这么你最起码的话，我这顶一个你就不能动了。这个不敢长，这个我就断了，马上就要出棋了。是，那这个补也。不好，就是说有这个余位，他现在拐的话，这一代几乎就不用担心了，你走我就接就行了。所以这个拐还是很有心情的，嗯，一手棋把它补干净。他是飞了一个这个，这个飞也是尖冲的后续手段之一吧。嗯，白棋现在冲了，黑的会退。哦，现在不是挡了。对。因为这边太广阔了，哦，他不太怕。这时候重点应该是放在是这个右边。是的，所以走这个的时候，这手冲和白黑棋退，白棋可能不一定便宜，不见得便宜，不一定便宜是。黑棋当然话又说回来，也不一定亏。这个棋形上，局部棋形上是应该冲一下的。嗯，但白棋没有走，跟黄云松的判断觉得。可以保留一下。对，白棋的这个打入手段也是很蛮有趣的。嗯，就点一下，基本上点它是会挡在三三的。这个地方你如果不挡三三，挡这个呢，它有可能会拖出去，或者是长。对，这个地方它再进角，这个也可以跳出去、爬出去都可以，它比较容易活，所以它先挡住。这个小尖。下的挺轻巧的，嗯，啊，黑棋立，嗯，这一点一尖是不是曹老也是局部的？对对，局部的一个蛮好的一个下法，一种下法。因为这地方是这样，它尖是这里是要出来，是这里有扳，嗯，扳完以后，比如说上扳着了。你看现在这个棋形，我这可以出来，这可以压出来。是的，它所以这个小尖很有弹性啊。对，你就是说不能一下子把我全那个收拾干净了，这地方总白的总会留有余位。黑的是封住白棋往边上的出口。嗯。那么白的搬。搬了之后脱先，然后打入。打入。哦，现在他要打入，难怪他不冲。对对对对对。白棋的打入，你看是有构思的。黑棋这个棋形也是下得很对的。这个棋形啊，嗯，就是这样的一种棋形，一旦
白棋没有冲，黑的就有这个跨，是，就是跨完一段，这也是局部定型的一种常用的手法。对，甚至于你都不太好爬，你爬我是不是还爬你一个？你吃我就一吃，这个黑棋这一手棋价值非常大，很大。白棋不过先手胜棋，对，黑棋一直也没机会这么下。他是要打入进去。打入进去的时候，黑的是靠，他有机会下成这个棋形了。靠完了断，现在白棋也没有爬，只有拐吃。他没爬，他如果爬的话，他可能确实是怕黑棋是不是反牌。现在爬就算不反牌，两个肯定都有。就算搬下来也不行，搬下来你也把这个子碰伤了，算还是吃回来吧。吃回来。吃回来，他把黑棋拐下来，拐下来叫吃，白的压出来。搬。这时候黑棋退的还是正确的，冷静。不退肯定出问题了，这个肯定出问题，这一段肯定不能断，一打一立就要出事了。所以退。下一步白棋的选择是跳，那肯定是不能接。这接太重了。对，接的话黑棋稳妥一点可以在这里跳，凶一点可以在这里挡下来。是，这个有点太笨重了啊。他现在对黑棋来说肯定是主要是在处理这一边。我肯定这个现在是，对，这是双方的焦点。焦点，但是怎么处理呢？刚才曹老说了，这粘肯定是要先排除的这种下法。那曹老能从这个二路联络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点之一。爬还跳还眼位不够，还是爬吧。爬如果因为你搬的时候，它也能。断是吧，还能断，能爬过。下面爬过的话它是不是会靠或者怎么样的？你的眼位是不是还是不够？搬我不要说有话，我说缠在这里你这整块棋眼位也不够。确实是。这一靠是好棋。靠白棋不太好办。还是有点重啊。难怪，所以呢白棋呢这里没有爬，它是跳起来的。跳起来还可以，只要这地方白的只要能进到这一线的话，白棋好像就成功了。这个是可以作为弃子，可以转身，这一带比较灵活。天顶，对，很执着。白棋其实也可以让它过，好像这个过花手棋就算。它是不是尖顶这个足度的同时，自己 还有几过，还瞄着这个几过，蛮实惠的。什么都不走我就搬过了，现在不挤过可以搬过，还有搬过。他走的话得挤掉啊。黑棋也走得很扎实、这黑棋也蛮痛苦的，他也很实在啊。黑棋就是很执着的把你分段。你看白棋补在这儿，还是要求有一个，还是有搬，一路搬打结果。这棋好像我觉得白棋的步调好，不知道什么地方黑的下的稍微有点问题，是有这个感觉。因为白棋挺就是黑棋挺忙活，这个地方跳，这棋形上是蛮勉强的。我觉得是吧，本性还是在这里。走在这儿，但是虽然走在这儿是把它封锁了。其实是这样了，我觉得黑的可能应该单走，就算了哈，单跳了，不是，不要再在这个、也不好什么过。我如果要过。也有点难度，我冲了加下来。对，这个你要这样的是跟我打这个劫你就中了。这个选择全在黑棋手里。对，我不一定要马上就跟这个都交换掉，交换掉那边眼位也损，这边也没有走干净。就是这个对这边眼位也有所损失。对，是。然后主要这手棋啊。眼位损失了之后，他不敢从从容容下在这，他是怕对手往这里来，是不是？他这个我觉得还是勉强了一点，然后再走这里走棋牵手，对，稍微黑棋显得有点，这地方有个冲出来啊，或者有个夹这样的棋。他搬一下，这个是
老早就可以搬的地方。这是搬一个白棋的权利 是家。这个棋形上白棋好。把黑棋粘回去。难办呀，粘回去我蒙上。这有点痛苦。对。如果你走这个的话。首先不知道该怎么吃。就这么算算是吃了。就是我街上你也很难受。对，你吃掉了以后下面还是有一个斑。所以他用了一个严厉的一个断是吧，想。嗯。断。哦，那黑棋白棋是马上开劫了是吧，嗯。哇，白棋这个劫才。他没事，他这个地方他可以接上，你看。哦。他打吃他可以接上。打不过可以往回接一手。对。他现在就先接。先接黑棋不能接是吧，黑棋不能接。接的话这个气太紧了。白棋扑。一扑。一打一粘。一退这个就行。退一个就可以了。嗯。你看一下，给大家铺摆一下，起掉。嗯，我现在退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你打吃，就让显示的一目了然一点。这个黑棋一二三四棋。对，你断我就紧气，紧着气行。嗯，这个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黑的是不能接。哎，他不能接，说明是他已经度过了吗？度过了，已经度过了。那我这一觉是不是就度过？哦，并且我还有机会更好一点，我就提这个棋呢。嗯，现在你看，你吃这个，我提，你要接上的话，我先手过，我暂时不提这个，我先打吃接上。就这个劫留在手里，留着我已经先手有个打击过了。对。嗯，那黑棋这带下法亏了，嗯，肯定亏了。现在黑棋提这个，白棋走傻了，拖这个脚，这个应该是后手了。拖这个是，他想下成这样呀，是想和你交换的。对，你要接上嘛，肯定是怕白棋不理呀。嗯，否则你有机会接黑的总是会接的，不过拖这个地方亏的有点多。白棋脱先了，对，把这个地方消劫，这一提这边是还有跑，有跑啊，有跑。然后最关键是这块白棋已经两眼成活了。这个提，如果说这个脚步眼位有问题的时候，提我还有扳过，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肯定是亏了。这边白棋已经立到一路了，就下得非常厚。对，提是基本上先。原来的这个阵势，我们最初记得的是黑的是一个二尖跳的手脚，现在被白棋破成这样。二尖跳手脚还尖冲了一个，还飞了一手。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一带是明显是黑棋的一个大本营。是。这个战斗，开局的第一个战斗，这个白棋应该是明显的，明显获利挺多的，我觉得。嗯、长。林静苑这位棋手在本次创新杯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是的，是的。因为他前两轮，是战啊，对，被称之为是黑马，嗯、就是第一是战胜第一轮战胜了范廷钰。第二人赢了赵晨宇，对，赵晨宇这两位棋手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我觉得啊。对，确实是。应该说，如果说事前来问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大家来预测的话，我觉得应该那是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选择他的对手，但是这个黑马最后都是林俊彦这匹黑马最后都获胜了，所以被称之为是黑马。嗯，他现在是藏这个棋形呢，假如藏在这儿呢就不太好，被他藏在这里。对，你这个断正好是不能成立，他打吃了一接，脚步追杀白棋棋不够，嗯，所以他是希望能藏在这里，这地方假如你跟着爬，白棋这个断就可以成立了。你现在就不能像刚才那样打了。是吧？对，打我、打一粒，对，我这个要把你两个扳死。对，这个粘白棋是可以扳的。嗯嗯，对。所以这棋形啊，你如果接，他就拐这个。嗯。
现在他是搬这个，搬出来了、啊，白棋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积极。嗯，搬如果说现在是如果现在他断他肯定断，他在粘，对，他在粘。是是，对，但他粘或者理都可以。这个子还不太好拿住它、嗯，是吧？嗯，不太好拿住它。哦，白棋下的也很灵活啊，他就转身了，先拐一下，先拐，对，他拐一下便宜一点吧，应该比他是拐完之后再冲出去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局部做一个比较，如果不拐，单冲，嗯，就这个。再冲，嗯，他可能一手就把你吃掉，对，一手就爆吃掉了，对。如果前面交换到了，交换到了，现在冲，走，再冲，再冲，这地方总会有点余味的，对对对，你这个一手棋，那对，肯定有，没有吃那么干净了，你肯定长、嗯，就算这时候长，你再冲，这两个拐可能白的也不亏，也不亏，不过如果什么都不下，黑的肯定把你蒸死，是是是。这地方还是尽量要保留一些味道、嗯、他走完之后拐一下，因为这个棋啊，黑棋不可能下别的，这个地方这个子被吃掉，黑的也已经是失败了，这几个子是可以弃掉的，这并且还有味道，还有味道， 你不能就是说你不能放心的下这样的棋，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提掉，要走然后在这里打吃啊、哦，这个黑棋不太好的，打吃了一接，就说吃大了，里边还是有味道，除非你吃，那你吃这种小，如果吃在这里，吃这个那就算了。如果打吃完了以后粘回去，对 对, 对, 对，那我就算，这算了，这就很大、嗯，这脚步白的获利很多了。是的，所以这个是应该能拐着的。这个前面白棋呢，因为这个战斗是。便宜了，已经有一定这个基础了，嗯、拿到本钱了，所以这一代白棋是可以看情况。对对，不过他处理的也挺好，完了再冲这个，嗯嗯，然后再接着冲，嗯，然后长再压，就这么一路冲出来，长再压，还再压一手、嗯，哦，他这一排压过来。之后这几个黑子是不是对，因为这个断是先手，断是先手，断不走这个一粒，这个脚步对杀，这个黑棋不太有利，可能就断黑棋还是所以这几个压一手，对，这个压也是先手，半头受不了的、嗯、这样的话这一阵这几个子就特别特别苦了，很苦啊、嗯、看起来不太好动，不太好动了，对，那但是黑棋还是挺顽强的，马上跑一步。这个是肯定是要跑一步的，因为你现在看着眼见着这个风不能成立嘛，对吧？我冲了，冲你应该要接吧？我就冲出去。对，这个冲你挡不住了，挡我一打吃。打对，所以呢，这地方呢，白棋要走到这个先手，就有这个跳。嗯，还是能封进去。但是呢。这个地方也有点小问题，是黑棋可以把这个提了，再把这个冲了打吃，跟你这块棋算是杀气啊。对，白棋呢，因为有这个图呢，我们对白棋的下一步棋就好理解了。嗯，白棋现在是走在这里，走在这里。如果哦。如果他挡，他挡的话，他有这个几次先手，他这个顶，不然现在不见得顶得着，被你跑了。他现在可以先走这个，你要吃这个，我提这个，嗯、你要提这个，我顶一个，嗯，这个对杀就白棋就会有利了。哎，那他先走，先将来再靠不到是吧？不是，先走他走在这里，虎在这啊、哦，就提示先手，这里会有眼嘛。对对对，所以他要先跳一个，你要挡住他挤了，就准备跳你，跳死你了。等于这个先跳到之后，这个可以先手破眼。嗯嗯嗯，所以走这个的时候，白黑棋也在这局部脱先了，因为你走这个，他有个挤了跳。啊，再跟着硬，可能就全军覆没了。嗯、是。
他靠了。嗯，我这个棋，假如黑的白的能把黑棋这几个子吃下来，啊，那整体的转换还是白棋获利了。对，虽然这个角，这个角是黑棋现在有一定收获啊。嗯，但是白棋两边得利是吧？对，总体算下来，黑棋，这个开局在下方，黑棋还是黑棋落后了。嗯。黑白，嗯，黑棋白，白棋接，白棋接，嗯，打吃，嗯，这个子不能给白黑棋提的，总是要藏的。对，这个提一下，被他太干净了。因为和这边还有关系哈，就跟这个长还有关系。再长。嗯。但这边黑棋打两手，是不是这边可以跑出来了？长。还接着贴。还贴，因为他这地方走这个，现在这棋形依然很绝处，被白棋这里压一个，你还是不好办。嗯。所以他在压，在压的时候，他是白棋挤这个，就准备画一手棋把你吃掉。对，你粘的话，我就再冲。哎，粘我是对，粘了我就冲，粘了我就冲也行，就冲就行了。哎，那等于就是画一手棋把它吃掉了，把这个对，把这边是补了一刀。这个就是挺简明的了，嗯，因为你现在走这个的话，我可以用这个出来把你吃掉。对。你要这边补一个，我就藏出去了。啊，他只有补一个，也没办法。他补了。补，白棋藏出去。白棋这里下的还是挺简明的。对，这地方白的处理的挺好。我白的本来的本钱就是这一代白棋占便宜了，所以下面只要行棋正确的话，就是白棋能够保持局面的安全运转优势是。嗯。对，这边现在应该他也来不及怎么动吧？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啊？强行分段啊？大概没有。主要白黑棋自己没有，不厚，有点薄。嗯，他如果走这个，他就冲断就可以了吧？就两个本冲，这也冲这一打就是了。对，啊，这个被白棋压啊，被黑棋压着一下，这个接上。嗯。完了之后，我们看这里，假如没有手段的话，黑棋如果没手段，可能就没什么办法。现在问题是，黑棋不仅断不了白棋，自身是吧？自身还要处理一下。他是走这个白棋冲过去，黑棋冲。嗯，这个，他在这样的程度的话，白棋是不会担心什么的。对，上边也都补强了。然后你还要走这种棋，飞这个、嗯，他先这里掉一个，就是反正都看着你的空了，右边走的保险，多一个总好的，嗯，然后就出来了，对，这个还要冲出来，嗯，现在黑的真的是在拼命，这地方这个冲能成立吗？现在白棋黑棋是冲了，黑棋是冲。就是我把这个段看作是后手吗？对，他是要把这个段，如果现在断的话，黑棋是不能补这边了，对吧？那他能贴是不是？贴我一次，你也死了。再打，嗯，这个字有用。对，这个字有用。那我他只能补在这里，补在这边。啊，这个太破了，随便下来，我靠这种你都不行，随便下是吧？这个应该是可以断的。啊，现在白的是下在这里，这个他先靠，也不会有问题吧？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嗯，可能，哦，断这个曹老他是怕这个吗？哦，有可能。不过我好像都可以弃，我觉得我把这两次你还弄什么鬼啊？冲了断，我接上就行。嗯。就这个你吃不着我什么太多的东西，接上。这个不伤筋骨是问题不大是吧？对，不是你封不住我。对，这我靠进来的。
这控收不住啊。要是全都围住了，还是围住了有点可怕，但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争胜负。现在这个肯定也争不了胜负。不过靠是更好的下法呗，更稳健一些啊。对，不把黑棋这个并次的可能性都给杜绝了。他先靠，嗯，啊，断之前先靠，对，这个黑棋必须得跟着硬。好断哦，这棋不行了。吃，嗯，吃，接上，然后白棋再一断，这黑的肯定完了吧？是吧？你这肯定是，嗯，对，他是做这个，接上，要把这个挡住，嗯，那白棋把这两个吃掉。这还有法继续吗？这已经不能跑了吧？这个棋不能跑了。这个要跑，要是跑，我就这一次就行了。哦，你这个打先手也没关系，我就粘上。嗯。啊，这个当初这一飞还是很有必要的。对对对，这个两个是很有远见的，先点一下。这个这一代黄云松还是计算的很清楚的啊。这个、很有算路。这个是必须的，嗯、这个你好像不应该表扬他了。这对他来说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啊，是是是是，很简单的任务。是。那他的打次他肯定跑不了了。那现在对白黑棋来说，现在这个局势已经是非常的难办了。嗯。从开局的战斗延蔓延到中盘，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是吧？有这种感觉。嗯。那从这盘棋的进程来看，嗯，是不是这盘棋林君彦发挥应该是不如前两局棋啊？对，如果说他这个一直像前两局发挥那么好的话，那就不能把它称作黑马，就是白马。是，你想想，在这个我们国内啊，能赢范廷钰，嗯，赵晨宇，嗯，这样等级的棋手啊，其实绝对是具有这个争冠的实力的，我觉得。对，是的。不过这盘棋，林俊业可能确实也发挥的不够好。对对对、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像我们直播的棋局啊，嗯、就是像这种这个像八强战呀、十六强战、嗯，就是很多盘棋进行的时候，嗯、其实究竟讲哪盘棋呢？是由我们的这个爱好者。就是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围棋听员的这个群的这个群友们投票、投票、对，所以大家选择了这盘，肯定还是比较想关注这匹黑马的，对，想看看这个黑马的成色，是吧？是是是。啊，现在黑棋好，这个顶一个，白棋接上，嗯，上面搬。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关子了，教资。哎，这棋法，教资他是毫不客气的就踢了，留下一个劫，就这个。这个程度上，黑棋是不足以争胜负的。嗯，这个非常显然。踢掉。现在双方在收官。147、148。下得很简明了，就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早先的话，这个搬当然更早一点的时候他就搬了、嗯。其实以现在这个局势的话，黑的肯定会下在这里。这里要。从观子角度来说要好很多，好很多很多。但是这个要拼了嘛？因为当时是已经压过来了，是吧？对，压过来已经压了。哎，那当时为什么不立下来呢？立下来味道是有点会不太好的。比如我立是先手，是吧？你如果搬接，你是应该会走到角里的。嗯。那这个地方，
当时的话他还没有废正过去，他有可能这地方有个压的话，你就是会感受到一点压力的。甚至于当时会有搬了虎的气。这个如果打上去就开劫。对，那是那种白开。然后我这搬如果有压死先手，一搬你不能顶上。这个就区别挺大。所以当时黑棋还是有可能，对，他也走这个也是需要勇气，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在如此局面下得到这个扳，心情还是非常爽的。扳了再一路扳。这个很愉快。对。这个顺手的官子。接上。这个是他冲，没有补啊、哦，这里冲，这个没有，这里 冲，再拐一下，这个是黑棋的先手，还是补回来了，还是要补了，这个不补的话，这一打吃也很大，对，那当然大，打吃还好像没打特别大，没法开解，那肯定你那么重。只能吃回来，对，吃回来我这样的话提掉，还这个打是先手，对，打了还要再搬下来打呢，哎呀，这个，所以这个肯定大的，肯定是没办法啊。哦，这地方白的还开劫吗？啊，黄云松是开继续扩大战果啊。这个是劫财吗？有点危险，这个是劫财，是劫财，是劫财。啊，这个没有，他冲他退冲打上打车就连回去。哦，这边能连回去，很安全，这边不怕。他就顶上黑棋补，他提。那这个劫黑棋肯定不甘打输啊，跑那个吗？跑那个不是劫都可能跑了。没有，他是我看看，他是先。先哪里找了一个结？铺这个。铺这个，是铺这个吧？铺这个。不知道是铺这个，应该是铺这个。铺这个，对。这个他还是要了啊。对。这个比较大。提过来。他顶一下。顶一下，对。啊，这个两个作为劫财打白的还是很愉快。再提过来。一起跑这下，这下看看白的硬不硬了。不硬，脚上是个劫。啊、哦，硬了。硬的话，它还有劫、就是。这里如果白棋不硬，黑棋就左二。二不是拐。对，拐被他二一加就拐这一家。这个是拐成打勺了啊。对。这一家里面是黑棋净死。他要走的话，这棋是二二一尖。对。白的只有打吃了扳，那么他扑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对。可以去扑，再扑，这也是脚步的一个长形。这是一个劫，这个白的形这么如此好的形势下，就不要再冲动了。这样的话出现一个劫。白棋提，黑棋提。白棋搬这个，白棋搬，搬这个是整块黑的眼位都没有了。对，黑棋是可以走这个，是能做活的。对，能做活。他是家里手，他是想家里。那他多一个打吃再做活总好的了。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万一啊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他这个冲。你如果要，他还挤你这三个，你如果再要，不就有出问题了？对，他一挖，有可能这三个会，对，为了做活只能弃掉。所以他这个之前先加一个吧。先加啊，你要是不管是冲还是虎，他能先打到一下。这个字没有，一加。白棋扳。啊，白棋一扳。白棋一扳的时候，这就是这本盘棋的这个没了吗？最后一手，对。下到这儿，这盘棋呢就，这个黑马林君彦呢这盘棋就告负了，所以黄云松呢也是晋级了四强。这盘棋
进程从手术来说进程是比较快的啊，曹老，而且从准盘棋看起来好像，对，这个过程中黑棋的机会，黑棋没有给白棋制造太多的麻烦，是啊，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曹老，我们也要不然稍微给大家回顾一下几个关键的这个好的胜负点啊，通盘看下来，黑棋这个。后面中盘之后好像确实机会不大。对对对，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上边的话呢，我觉得布局让白棋挂了拆回去。到那个场合的话，反正从白棋的角度来说是找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能挂能拆到这里。不过那个时候当然胜负还特别特别早。没有说是就是有什么决定性的，但是这个下边白棋这个点了小尖这个手法挺轻巧，但白的好像走的白的走的很轻巧，现在比较黑棋呢这个地方就处理的有点重。对对对，就是刚前面说这个尖是吧，我觉得尖可能也是一步不太好的棋，然后这地方走了这个再往这边出头让白棋夹在这里有点兄弟打架，对、这个下法有点勉强。是，因为夹在这里之后，后来白棋几乎想在这里先手留一个劫，白棋黑棋也不能容忍，所以就找这个劫材在脚步，然后白棋消劫之后，这个场景白棋的优势就蛮明显的了。对，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战役就决定了。后来白棋处理的也是蛮冷静的，一直把控着局势，就这地方。哎，或者在这个角这一带还有什么机会吗？哎呀，没看出有什么机会。我好像总体上，因为这两个转换呢，并不能说白的就便宜了。因为白棋的损失，时空损失也不小，就是左下角。本来是一个星位嘛，白的星位角现在已经变成黑棋的角了。但当然白的比较简明，就是这里黑棋的成功之后，白棋把这几个子吃了。对。它也成了一定的失控。最主要当时就这两个转换，当然白的是没亏，但是这地方白的那个占据了很大的便宜。对。嗯。基本上这一个战役下来，白棋就把优势保持到了这个中局、对，又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转换、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战斗黑的肯定是没处理好。对，之后的进程、黑棋也没有出现太多的机会是吧？对，没觉得有这机会，就是当时飞正之后白的冷静的点在这里，就是能把这几个吃下来，黑的已经好像找不到正胜负的地方了。现在中局的这个现在补到这里就是现在终局的画面了、现在不知道这个黑棋就白棋这个领先有优势有多少呢，要不然我们给大家也判断一下、因为现在啊眼看着这个劫你是打不赢的啊、就是说这地方你可能需要打吃一下接上这个地方是应该是黑的是不太好往下继续，这地方他还要下去你怎么办，这个渡过想要联络他还想搬下来，他要搬，是的，他还要搬你，对，如果断他吃啊，先不说这局部就要出棋，你让不让他渡过，你如果随便不让他渡过，不你好像是什么样都不行我这断你也不行，很糟糕，有点惨对吧，简单的骂也出棋，走这也出棋，走这个肯定出棋了，如果说这步没法补了、啊、补不胜补了，如果说就这么连回来让你度过，不是你这个怎么就连回来了，我这骂你怎么办，骂我，我吃你了，打劫，对啊，打劫啊，打劫啊，你这个怎么中的劫、然后其实白的只要把这个劫打赢，白的就赢的已经很多很多很多了是吧，啊，我们你这块空现在你唯一的一块空，
四十来亩。这边点还不知道怎么算。顶多只能点到这一线上好像。黑的全程控七十亩不到。嗯。白棋上下两块都不小。白在盘面肯定都赢，就算那个，就算这里给你成空，我没有这样的事。你给他这边都点了空。对对。哦，那还是很客气了。就这个劫打赢了就很简单。对，那确实是，当白棋虎过来的时候，黑棋也是不好办了，无以为继了啊。那么是的，那么我们看看另外两盘棋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杨鼎新和这盘棋的。黄云松是晋级四强，另外两盘棋丁浩对唐伟星是丁浩获胜了，还有是顾子豪对吕轩豪，李轩豪对顾子豪是顾子豪获胜，对顾子豪获胜了，顾子豪获胜，对，那么就是这四位棋手，顾子豪、黄云松、杨鼎新还有丁浩。四位棋手是成为了这个新一届唱棋杯的四强，对，那么这个这一阶段的唱棋杯就告一段落了，他们的半决赛计划是在七月进行，是吗？是半决赛，那么决赛是不是在十月？决赛好像是一般是，反正半决赛是在七月、对，那么现在是四月底啊，那么离半决赛还有一段时间啊，这四位棋手当中还会有些别的比赛呢。对呀、中间不是还有围甲吗、是吧，围甲也要开幕了。对。所以这个四位棋手可以是好好的备战一下，冲击一下。现在唱棋杯冠军奖金也很高啊。45万人民币是。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项比赛。我看看今天。那么上一届这个唱棋杯的冠军。第一轮就淘汰。他们。没有，不是第一轮。不，就他们出场的第一轮，他们出场比较晚。啊，对，是。对，就是我不知道几名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去年的冠亚军，就不是去年上一届的冠亚军是谁？是柯洁和朱烈阳，他们呢是有一些特权的。嗯。你刚才说的不是第一轮，对，复赛的第一轮他们没有出场。嗯。复赛的第二轮，那个柯洁和朱烈阳出场了。对。可见这个唱棋杯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曹老。不只是唱棋杯竞争激烈，就是说我们整体的，现在中国棋坛也好，甚至于包括世界棋坛，竞争都是非常的激烈，就是大家的棋手之间的水平特别接近。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感谢曹老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那各位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